完毕又烧完定律，来那几个题目等一下哈，如果有问题等一下跟大家讨论，因为我们今天差一点点，所以我要把它结束掉。然后我上次应该没有跟你讲，会建议同学在这边，因为我们跟你说，大概每天都会增加一个到两个公式，所以这些公式你最好呢就是找一张纸，然后记录在一个地方，随时可以去背它，因为这边对你来讲比较陌生。好，还有月考的范围，月考的题目是这样的哈，大概是十八题单选，三题多选，两题非选。然后应该主力都在第七章，啊八七八到六题，那我们这两天讲一讲，应该是足够了。但是还是有考考一些些啦，但是第七章是还蛮多的，好，大家多保重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哈，来，第一个公式就是一小段导线，来，一小段导线的磁场的贡献是什么？那我有讲过，这个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推，但是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样子出来的，好，就是你要用合理的去记它。好，第一个是常数，常数的话当然没有办法，通常就知道。好，那个叫真空中的指导率，可是这边因为单位关系，还要再除以四拍。再来还跟什么有关呢？来，刚好跟这条导线的什么呢？还跟这条导线的电流还有长度有关，好，长度有关，所以来就是 I， 而且是正比。好，再来的话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个是它的距离，刚好跟这个万有引力或者是电力一样是平方反比，但它比较特别的是还有一个 sin 西塔。那那个 sin 西塔是怎么冒出来的？是跟那个外机跟方向有关。从我们这今天开始会第八章，大概会有学到四到五个外机，会有学四到五个 sin 西塔，所以这边就是 sin 西塔。所以第一个你把它弄清楚，后面每一个都是类似。好，那这是它的大小。它的方向在哪里呢？来，上次有讲过，来，它的方向是在 delta L cross R 的方向， delta L cross R 的外机方向上。好，那什么是 delta L， 什么是 R， 就要弄清楚。如果来，这是电流，这是 delta L 的话，来，这个就是 delta L 轴，好，这是 delta L 轴。好，任何一叠，来，我要想要讨论的是这一叠，这一叠是 P 的话，来，那从这边延伸过来的，这就叫做 R。所以来，它我们的夹角就叫做西塔。那我的磁场是坐落在这两个外机，这两个会组成一个平面，所以会在外机不就在指出或者是什么指度，所以是 L delta L cross R 的方向上。好，来，这是这个公式，要把它弄清楚，先记住。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式子哈，来把它写成，我觉得比较实用的是这个，就用分成量值跟方向来看。好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学一个比较漂亮一点的，就是物理上面来讲，毕欧三瓦定律其实长相不是这样，它要把它写成向量式。好，那向量式是什么呢？向量式的话，我这边你不用抄嘛，来，就是这个 delta v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边把它改成，这个要改成向量式的话，左边这改成向量式，右边这边要，那它向量一定跟的外机有关。所以你先讲，来 delta L cos R。cos R 会变成什么呢？来，这就是 delta L 再乘以 R 再乘以 sin 西塔。好，结果你看这个式子，这个基本上就跟这个 delta L sin 西塔，哎，是不是多一个 R？ 好，没关系，多一个 R 是怎样？是不是就除以 R 就好了？所以这边 delta L cos R 就会冒出来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看哦，哎，整个样子就变 mu 零除以四开 ，I 的话就保留，其中这个，来。这个 delta L cross sin 西塔 ，delta L sin 西塔就写成 delta L cross R 再除以 R， 好，就是刚刚这边要除以 R， 因为我刚刚讲过这一堆是上面那边嘛，那除以 R 之后是不是就是 delta L sin 西塔？好，除以 R， 可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还有 R 平方？好，还有 R 平方，这会变成 R 平方，是变 R 三方。好，所以长相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边在第40页。好，可是跟课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写。好，来，第四个，好，我们的向量式大概会表成什么样子呢？来，刚讲 delta b 等于 mu 零除以四派 i， 然后 delta l 除以小 cos r， 那 delta l cos r 刚讲过 ，delta l
其实是 delta L r sin 西塔，所以分子会多出来一个 r， 于是分母就要多除以一个 r， 多出一个 r。好，这个跟课本后面不太一样，好，还不太一样。那为什么还要再改成这样子呢？因为这个式子不好。这式子哪里不好？哈，这个向量式的缺点，就它除了方向什么表示，它是没有错。但它问题在哪边？如果人家下面问你说，来，请问一下，我的 r 变两倍，磁场变几倍？好了，我来看一遍。来，你乍看之下，你会觉得 r 变两倍的话，磁场看起来变什么？就是它是 r 三方还是 r 平方？你这个式子如果乍看之下，你会觉得是不是跟 r 三方是不是成反比？成三方反比，对不对？跟 r 成三方反比。可是实际上你应该知道，应该是跟 r 平方反比。那为什么这边冒出来三方？因为这边是不是还有个 r？ 好，所以我们这边要怎么办？好，我们这边要把那个 r 带掉。好，哎，那个 r 是什么呢？在数学上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。像你们应该知道哈，你们有学过极坐标吗？有哈。好，极坐标如果是这样子，好，我这样讲，来，说这边有一个，那它的这个，来，这个向量叫做 r， 那这个向量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它的长度就是 r 长度，对不对？啊，方向在哪里？那你可能讲啊，这是西塔，这是西塔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讲，来，这就是它的方向，这就是它的方向，然后它的方向我们用那个单位，就像我们说这是 x 嘛。x 方向我们用它的单位向量，有没有？长度是一，然后方向指向这边的话，来，这是叫做 i， 对不对？那 r 这边我们也给它一个单位向量，哎，它的单位向量就是长度是一，然后方向跟 r 一样。那那个符号一般来讲我们是写成这样子，所以一个向量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r 长度再乘以它的单位向量，哎，这个 OK 吗？好，来，就是乘以它的方向，这样就是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，来根据刚刚这样，所以其中 r， 如果你把它写成 r 再乘以这样子，好，我们直接讲了，这个是 r 再乘以那个帽子这个哈，来单位向量，好，这个 r 一抽出来，跟着 r 三方预约掉，所以就剩下什么 r 平方，就剩下 r 平方，所以来这就是这个式子。这就是这个式子。好，那么这个式子很明确的再度告诉你，来，磁场方向在哪里呢？在 delta L cross r， r 的方向跟 r 的单位方向一样，好，两个方向是一样的。让我看到这是谁没有来吗？谁？今晚？他怎么？病假？病假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边。这是向量式，来，其中这个是 r， 这个叫单位向量，它的量值是一，方向就是沿着 r 的方向。第二个 delta L 是载流导线的这个线段向量，它的量值是 delta L， 方向是顺着电流的方向。好，第三个 delta L cross r。它们两个的外积或者叫向量积，那西塔它是它们之间的夹角，好，所以它们两个外积方向是同时垂直于它，也同时垂直于这个构成的平面，那这就是我们讲在这里是磁场的方向，磁场方向是垂直于这个平面。我们现在这向量式是写起来好看啊，哈，而且比较简洁，主要包含量值跟方向。但在中学有时候我们用的没有那么多，哈，用的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你可以在刚刚的这个公式的这张纸上面来把它补一下。好，第二向量式 delta b 一样，来 mu 零除以四派。来，所以 I delta L sin 西塔来就变 I delta L cross r， sin 西塔就包含在 cross 里面哦， sin 西塔包含在 cross 里面的，好，分母还是 r 平方，因为老师现在用的是那个单位向量 r， 所以上。
上面这边已经跟 R 的大小无关了，因为它长度近。那你如果这边是 R 三方，这边才是带 R 向量，还照样贴吗？好、哦，来，但是我再强调一次，真正比较实用应该是上面，还有那个这个方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立刻可以知道，上次我有讲，应该你回家之后都碰到这种东西，但没有强调，有时候同学就不会去注意到。好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现在刚刚的公式里面，还有这个公式里面，什么时候自然就会跑出来，就是变成零？不要说 I 是零，我就说 I 也有啊， R 也有啊，来，什么时候变成零？ Cos 什么时候变成零？西塔度。零度或者零度一百八在哪里？来，零度一百八在哪里？如果这是 delta 哦，这啊，这个叫西塔，对，零度一百八，那就是说沿着它的什么，是不是线线方向？来，这上面这个一点，这个在这边有没有贡献？没有，反过来这边是不是也是一样？但是如果你说那这点有没有磁场？这点有没有磁场？有。这一段没有贡献，可是其他段这边有没有贡献？好、哦，我们要把我们讲过一点磁场，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加在一起。好，然后再来，刚刚还可以问一个比较更简单。如果有一条是长直导线，请问它正前方这一点有没有磁场？来，这一条长直导线正前方一点有没有？没有，因为这条长直导线大家方向都一样，那每一段能在这边贡献是通通都是零。所以你每次学哦，长直导线的磁场是这样画的没有？那你大家可能讲，哎，那如果刚好在导线上面呢？其实在这边我们刚刚讲是就是零。好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。你要碰到这样的题目，譬如说我这样再举一个例子给你看。好，譬如说我现在随便画一个啊，有一段导线，然后长这样子，好，来长这样子。好，想问你这一段磁这一点的磁场是多少？那一般来讲，我们就立刻知道，来这一段的共性是什么？就不要管它了。那你真的要算，其实就算这一段，啊、哦，就算这一段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课本这边，再来在41页，来第五，来磁场在什么情况之下是零呢？就是西塔是零度或180度。这时候来，它们的向量基是零，所以这一小段导线在这切线方向上没有磁场的贡献。而且这个很好用，因为都可以直接把它不管它。但是刚刚讲过，空间中任何一点的磁场，其实应该理论上要把每一个切，然后最后把它全部磁场、全部空间通通都怎样加在一起。所以来，这是第六个，整个导线在空间中产生的磁场。还要怎么做呢？先把导线分成很多段，哈，围，这是围的动作，之后再积，这些空间一向量相加的方法求。不过这是理论上，好，还是理论上。那因为上礼拜那时候讲完公式，并没有实际的运用，所以同学可能不见得会去，就是回家做题目有点困难，因为你可能还不太清楚怎么用它。来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课文42页。好，这里有一段导线电流10A，导线其中有一小段通过原点，那它长度是0.01，它的切线方向跟 X 轴夹16度，所以来在这边看一下，哎，这是 delta 哦，来，那它沿着切线就是条虚线，刚好跟这边夹16度，哎，你不用管这个角度为什么那么奇怪哈，来，那当然有它的原因。好，第一个。Delta L 这个小段在浮动 P 和 Q 造成的磁场量值和方向，来 P 在这边 ，Q 在这边，来这一看，如果我刚讲的你有听清楚啊，来哪一个根本就不会有磁场 ？Q， 因为它在这条连线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来 Q 点就 Delta L 这个在这边是没有贡献，那 P 那边的贡献要怎么办？来，这时候你就要学一下。来，我们一般来做这种题目，就是先把 Fields 方法写上去。好，一小段一定是这样。好 ，I delta L， 我可以写的这么熟悉，你要写的这么熟悉。那么就看看每一个怎么用。好，来每一个怎么办？有人记得 Pi 是多少吗？不 ，Min 是多少吗？
还是多少？啊，没有你是多少？我跟你讲啊，没关系，四拍乘以什么十的负七，再除以什么四拍。好，这个 I 题目有十 I。Delta L 题目有0.01。好，0.01。好，再来就是 R 跟 sin 是 R。好，其中的 R 是什么呢？ R 是这个 Delta L 到 P 点的这一段距离。那 P 点这边0.3，这边0.4，来，所以这个 R 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来多少？0.5。好，再来是 sin 是 theta。theta 的话啊 ，theta 的话是 delta L 和 R 的夹角。delta L 就是刚刚讲过，来夹16度的这条线，这叫 delta L。这是 R， 好，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其实同学刚看这边0.3，这边0.4，所以来 z 跟 x 的夹角度53，可是53不是 theta，theta 是这个夹角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再减掉六，所以多少？37。其实刚刚为什么会是16，现在知道了哈，所以来这边就改3。请问这样子了解了吗？好，好，那这样子自己去算哈，就一个一个看，谁要带什么，谁要带什么，然后去学。那一般来讲，这边要找的通常都是找 R 和 theta， 通常就是找 R 在哪里 ，theta 在哪里。好，那这样算出来，来问一下，磁场的单位是什么 ？SI 是这样，算出来应该是什么？特斯拉 T 大写的 T， 大写的 T。好 ，D， 好，再来方向。来，方向在哪里？方向在 delta P 这点的磁场方向，在 delta L close 啊， delta L 红色的，好，在这边。所以来 close 啊，所以是什么？垂直指出纸面，垂直指出纸面。你第一个本来就要先知道答案，就是说它的 delta L 啊在这边的话，所以这两个只是一个平面嘛，就是我们的纸的平面，所以是垂直还是指出还是指出？好，指出还是指出？所以 OK 吗？好，来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再来，请同学看第二个。第二个说，导线上面另外有一小段叫 delta L2， 来 ，delta L2 在哪里呢？在左上角，左上角这边。好，那这边他要问你说，请问他在这一小段导线在那个P 点和 Q 点造成的磁场方向，而这个没有要你计算，他纯粹要你找方向。方向，所以你要去找 delta L close 啊，来小心哦。现在这个的 delta L 是这样，因为电流是这样，飘飘飘飘让流过去，所以 delta L 是从这边是让流散出去，所以 delta L， 来 delta L 是这样子，来这是 delta L， 好在哪里呢？来 P 在这里。P 在这边，所以来 P 点的 R 是从这边到延伸过来，所以这叫 RP。Q 点在这边，好，来 Q 点在这边，所以来这是 RQ。所以这是在考大家外机的判断，所以来看这里，来这是 Delta L， 这是 RP， 好，往这个角度小的地方转，所以来这个让 close 起来，所以是垂直吗？那这个往这边 close 的话，角度是在这边，所以是变成垂直指数了。来，请问这两个这样方向判断有问题？方向判断就是这个哈，来 L close R， 那这边是 L close R， 所以一个指数一个指数。好，这个是课本的范例。来 ，OK 吗？好，好的话，请你把学资拿出来。好，有问题就请同学直接问。问我就管你的。来看八之一，请问哪个好了？第一有没有哪一个选项有问题的？Hello， 第一题有没有哪一个选项有问题？都可以哈，啊？有没有？好，第二题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倒是绿题吗？好，第二题这个来打星号，
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。我们今天下一节课还会再指导，然后回家作业也会碰到。那他是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这个题目特别讲实北和真北相同的地方是，就是你不要去管那个到底说它到底是我们家是什么方向是对的，就先去忽略它。好，就那个其实我问你，实北跟真北夹角那叫做什么？一个磁北、真北，来稍微讲，会有一点点的微角角度来，那叫什么？磁什么角？偏呢？是磁偏角？有印象吗？好，好，然后有一个向东的水平磁场，刚好跟地磁的水平分量垂直。这个你可能会做，可是你可能意识不太了解它。那告诉你说，如果有一个磁针放在这个磁场中 ，S 极指向南偏西，来，南这边再偏西，来，南偏西60度是这样。一般来讲，我不喜欢讲看 S 极，因为一定会混淆，因为我们的磁场方向应该是看能接受力方向，所以我们改一下，来 ，S 极是这样，来，所以那个，我举来 ，N 极就是怎样？来 ，N 极呢？那应该这样，所以是什么？他说来北偏什么东？北偏东。那这个其实是告诉你说，好，我现在有一个向东的磁场是这样。那地磁的水平分量，同学可不可以告诉我来向哪边？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？来，我们教室北边在哪里？上次没讲过吗？教室北边在哪里？我们在北一女待了3年，还不知道吗？是啊，地科高一进课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求一定要听的方向吗？青光三月的方向，知道吧？阳明山的方向在北边，不然这边为什么叫重庆北部？这边为什么是重庆南路？那东边在哪边？对啊，忠孝东路、忠孝西路啊。好，来，其实你们应该知道，地磁并不是我若指南针可以随便偏的话，它不是向北，它应该是向北还要偏。不是指北针北，就是说我现在不管那指北针北是向啊，来，所以指向北还要怎样？地磁在哪里？我说这个磁针如果可以随便偏转的话，来，它说指向北边，它会指向哪边？地磁啊，因为磁场来自我们的脚下，所以在北半球，在北半球大家知道，来指向北边是要指向这边。请问一下，以前有学过，来，这个跟水平这个夹角叫做？磁什么角？倾。刚刚讲真北，还有那个磁北的夹角叫磁偏，那这个是磁倾。可是你们都知道，平常的指南针是不是只能在水平上转？所以你应该知道，它并不是真正的地磁，而是地磁的什么分量让它向北而已。水平。所以我们平常在讲，即使正确的讲法，就应该要讲是地磁的水平分量。来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我本来是这样哦。好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不要比真正的北边，因为真的，你虽然知道真的北边，这当然是实际上要知道，但对你来讲做题目，你可能会找麻烦，对不对？你在考试的时候，难道你要再找那间教室的北边在哪边吗？不需要吧？请问你在考试做题目需要找那间教室北边？不用了哈、哦。我们一般来讲就习惯假设前面是北边，对不对？东西南北。好，谁看这边？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，只有地磁的磁针指向北边。我现在多了一个向东的磁场，你告诉我，来，这磁针会偏向哪边？和磁场的方向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是因为这两个是向量嘛。来，这是地磁，这个是这个向东磁场，是不是就是找到和磁场方向？所以这其实答案好，来一弄就知道，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向东的磁场 B， 然后地磁是向北。好，地磁是向北，这叫 B 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磁针其实是偏向来他们两个的
合磁场的方向。好，这一个是西塔，西塔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来根据西塔就等于 B 一分之 B。那题目它只是问你 B 和 B 一的 B 和 B 一的比值，那就是天距六十度。天距六十度，所以就根号三。来，请问这样 OK 吗？所以这个用到这样概念，我如果今天这个是用在做什么？我竟然不需要任何的仪器，我只需要指南针，还有当地地址的大小。如果我地址，比如说一般来讲，我们有些都知道，像台北大概，永远记得台北地址大概上次讲多少，0.458的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地址差不多在0.58左右。好，如果这一点的地址知道，那你知道去拿一个指南针，看看它是往东或者往西偏了多少，是不是就可以知道？不过前提是那个磁场必须要在什么方向？因为要如果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要往这个这边？往东，那你往西也可以，这样的磁场是这样，就会比较简单。那如果是有如果说你弄的不是这个夹角的话，会比较麻烦，那个比较不好求，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让这两个垂直。好，来，这是第二题，来，请问第三有没有问题？来，翻过来，第三题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我就不讲了。Hello， 有没有？好，第四有没有？好，来，那我们看看，直接看第四题。好，一条导线弯成这样子，三段甲乙丙。那其实这里有一个关键，说 P 点到导线的距离远大于线段的长度，所以 P 点的张角地方很小，但这个图画的不够小。好，来，他画的不够小，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。好，来，所以要怎么办？那导线通过的电流是 I， 甲乙丙的长度分别是 ABC。好，这个如果我刚刚讲的你有听清楚，立刻告诉我，来拿几段根本不用理它。对 P 点的来讲，来 P 点磁场，来个根本就理它，是不是甲丙？因为 P 点在甲的延伸，也是在丙的延伸，所以来这两个根本不用管它。真正要算的是乙的。好，于是我们就把 Biot-Savart 定律写出来。I delta L sin theta 再除以塔平方。好，这边有一点点讨厌的地方，就是我公式有个西塔，题目是不是有个西塔？那这两个西塔同样一不一样？我们不知道，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不确定？你不要看到西塔都以为他们西塔是不是都一样，我们公式里面西塔是有西塔定义，所以我会建议当你看到我的符号竟然跟题目一样的时候，那把它加一个符号。好，来，公式先变。好，那我们再一个一个看。好，这个 I 没问题。来，这个 I 的话是，我们要算乙线段的话，我们要看乙线段的贡献。来， I 的话就是大写的 I。好，各位告诉我乙线段的长度是多少？乙线段长度是什么？大声点，是吗 ？B。Hello， 是在这边。来，乙线段长度是 B。好，请问一下 ，R 是多少？西塔宽是多少？好，这就难。请问一下，我的 delta 的粗，在这里，这个这样画下来，所以来这个是不是 delta 了？那这个是这样，所以 delta 的方向是这样延伸下来，来，这是 delta 了。那 R 呢？你如果看这图，你就会觉得困扰。R 的话，我们刚刚讲 R 是应该是 delta 了，是不是直线那边？可是这里你要用哪一个来指向 P？ 懂我意思吗？不要，你我们刚刚讲这个是这样，你的 R 是这样，是这样子，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？我的 R 是从标打指向 P， 它取消这边这个长度上啊，需要指向 P。这就是我说这个图上画啊，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困扰。实际上我们刚刚讲，哎，这个图应该稍微画成，假设说你把它画成这样。这个就是我们的 delta， 来，这是 P。
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小孩，这样子比过去来这是台长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来这个才叫做，这个才叫做好。那这个 R 一画出来，来这是 R 一画出来，请问一下它跟 delta 是加几度？90。所以这个 sin theta prime 好，来其实是 sin 90度，不是图里面的 theta。好，再来 R 在 R 刚刚也跟你讲了 ，R 就是这一段。老师刚刚是把这组画的比较实际上，那这个 R 接在这个三图面是不是就这个三角形的高？好了，我来从这边再画回来，可以看哈，来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高，所以在这边，来这就是 R， 这就是 R。好，所以来它是多少呢？来，我们利用这个三角形来看，这一段是二分之 b。来，这个角是二分之西塔。啊，如果没有办法看得那么快，我就是像老师就慢慢写。天均二分之西塔是 r 分之二分之 b。可以吧？就是慢慢的写。来，在这个紫色小三角形里面，天均二分之西塔是 r 分之二分之 b。所以 R 等于二分之 V， 本来是属于 tangent 二分之 C 啊，可是你做稍微挑一下答案就知道它其实都已经变成 cotangent。tangent 二分之 C 它的导数跟 cotangent， 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啊。就是第二三法定律的每一个物理量，你都要很清楚的把它弄清，把它弄会，它写上去。好，所以 delta b 是多少呢？ delta b 是 v 0，所以是4π μ 0 I 是大写的 I， delta 是 b， 来，刚刚那个是 sin 90度，所以那是一。来， r 是多少呢？ r 是二分之 b， 天普天平方分之西塔的平方，所以就是四分之 b 平方，我直接写了哈。来，四分之 b 平方再分 tan 二平方二分之西塔。所以这边会跑出来一个 b， 接着，来 ，OK 吗？来，还有没有问题？来，这边没问题的话，就请同学回去把它做完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。